爱如潮水。那是我第三次向综艺大热门唱的歌。哦，对呀，哎，那你唱过，那你来唱，好，来 Muse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世界，刚刚好，我最不愿别的男人见的是你的妩媚。现在我们的分数越来越接近了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哇，打乱歌词题哦！组合一下，组合。看一下荧幕，它是一句歌词，组合一下。它是一句歌词，然后你把歌名写出来。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个美声王子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能，哎哎哎，哎，请亮答案。你可知道，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。那是我第三次向综艺大热门唱的歌。哦，对呀，哎，那你唱过，那你来唱，好，来 Muse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世界，刚刚好，我最不愿别的男人见的是你的妩媚。因为他妈呢很喜欢张信哲的歌，哎，很可爱。你看，你唱啊，哎呀，妈咪有唱到你啦，漂亮妈咪，哎呀，可爱呢哈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受伤脚也是啊，打排球受伤。哦，打排球，我还会是打爸爸的。哦，爸爸有来，不要乱讲。哎，爸爸外号叫爸爸，是他在打爸爸，不是我。喂。那个是小孩子不会说跳，爸爸在那里在玩。不是，他们是为了小圆面包在吵架。小圆面包，真的太可爱了啊！好，来，我们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注音题，最后三题咯，会有人被淘汰哦，加油哦！哎呦，哦，我演唱会里面有唱。必唱哦，唱宪哥的歌吗？哎，必唱哦，宪哥的歌，哦，可以亮答案了。哎呀，望着天空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。笨小孩，笨小孩啊！就不用讲了。踏上山下海。哎呀，望着天空拍一拍呀，面向舞台，老天。有不一样的了哈，有五格才能那个加分呐哈。